至于中华职棒球星彭振敏，上一场比赛击出了关键两分炮，帮助中信兄弟终止了三连败。今天他出席塑身器材的代言活动时表示，现在全队都在为下半赛季的季冠军努力，甚至是分享了队友增强打击火力的秘密武器。中信兄弟当家球星彭振敏在中华职棒打滚十多年来，稳坐一哥宝座，就有厂商相中他的高人气，请他来代言塑身器材。记者会现场恰恰也分享了他平常的保养之道。一天至少要睡觉6到8个小时啊，那除了睡眠之外，其实也靠着这个产品来让我自己都放松了。左眼方向，队友们看到之后觉得说，这个产品是什么？要看得蛮好奇的。大头啊，因为看他打拳也打。花花，恰恰没有提到张政伟，所以花花生涯个人守候幕后的推手依旧是个谜。不过感觉得出来，中信兄弟在进入下半赛季后，火力逐渐回归正常，想要角逐下半赛季季冠军的企图心雄厚。我们一直都希望说下半季能够打出更亮眼的成绩，然后或者拿下半季的冠军，然后迈向总冠军。和 CEO 代言共同商品，恰恰虚心表示不敢和这位国际巨星比谁比较帅气，这次能够为台湾市场服务就很开心。 UDN TV 吴家佑、吴敏欣台北报道。